但这次决定，嗯，你有认真想过？有。你有认真想过？因为我不希望到时候连朋友都做不了。嗯、就是如果我们再继续，再继续在一起下去，反而朋友可能连朋友都当不了。我不希望这样。在你身上真的学到很多很多东西，真的我很感谢你。我也很感谢你。其实我很谢谢你，就是在这个疫情开始的时候，然后在我低潮的时候陪着我。就是你也教会我很多东西，你也帮了我很多嘛，我真心很感谢，真的真的。或许现在这样的选择对我们彼此都是好的。嗯，我们的关系是在转变。嗯，对，那已经大概一个多月了，因为是一个月我们第一次这样坐下来吃饭。嗯，我是觉得说，嗯，像彼此冷静之后再去看对方是就比较不会那么紧，就稍微放松一点这样子，对对方的。感谢是没有变，嗯，我很谢谢你，很长一段时间的陪伴和照顾，很用心的付出。其实我们都很用心的付出，对。然后，分手不是一种否定对方，而是眼看着大概这个状态好像已经再不补救会不行，可是实在找不到补救的方法，所以只好。先站，就是先拉开一下，然后会这么决定是，我们觉得接下来好像这样转变这样子，双方也会获得成长。对啊，就是不要去伤害对方。嗯，对，分手不要去伤害对方。